啊。
我自历尽，无有穷尽，念念。
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空乃尽，而虚空尽，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自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疲厌，夫自善男子言忏悔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世界中有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今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昔已清净三业，便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自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疲厌，夫自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孝福具，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界一一界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护恒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正如种种菩萨之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槃分不舍离，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了去此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即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恨，只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自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疲厌，夫自善男子言勤转法轮，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
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还会围绕，而我心已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全勤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深夜一夜，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主使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于世间波涅盘者，即作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全情摩入涅盘，经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界，为于离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自全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亦不可说不可说身名而为不是，包庇为知即故为彼，自学为魔书写经典，其若其名为众法故，不惜身名何况王位，成一俱乐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其余众生难行苦恨，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其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出种种种会，活出一切诸大菩萨，终会道场，活出声闻及辟支佛，终会道场，活出转轮声王小王眷属，终会道场，活出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终会道场，乃至活出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终会道场，除亦如是种种终会，一愿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意成熟众生，乃至世间如意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自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唯
种种之间，种种娱乐，种种一心，种种为义，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出于种种存应极乐，成一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如是等类，我见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成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一一诸宾菩为作良医，于是道者实际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临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以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以佛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说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众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如以此意引入世界，以与众生亲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接近，众生接近，众生也近，众生烦恼尽，我自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言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愿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今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住病苦，一心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集中苦果，我见
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即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自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缘海是故善男子若以此意应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脉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真说一切世界生妙奇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不是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即为尘数界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佛有人闻此言往一经语而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有波尼沙陀分一不及一或佛有人一身心心于此大愿受持度诵乃至书写一丝句句速能除灭无物见也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尘说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就盘刹若毗舍舍若不多等阴邪胆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是发心清净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一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慈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就当作普贤菩萨所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上人天所在之处常具生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是自往摧佛群兽看守一切众生供养有福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为师悉皆退失福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乘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为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是云道极前一刹那中即得往上极乐世界道义极前
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就，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腾临佛刹，即为成熟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今已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比丘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望，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诸佛世尊与我智者，是故汝等闻此愿望，莫生一念，应当必受，受亦能读，读亦能诵，诵亦能知，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恒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八极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于众天去以普观十方而说偈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子，我以清净身语，一切遍历尽无余，普贤恒愿为神力，普贤一切如来前，一身普贤刹尘身，一一遍历刹尘佛，一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依然，身心诸佛皆充满，可以一切因生海，不出无尽妙言辞，今已未来一切皆赞佛深深功德海，一诸最胜妙华满，极乐土相即三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一佛，最胜香，摩香烧香一等诸，一一皆如妙高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解心，身心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恒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直所生，一切我见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见一切皆全清，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全清，唯愿救诸刹尘劫，离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离赞供养佛，请佛主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其普贤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即以现在是方佛，未来一切天人世，一切一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
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力有欢畅安乐，获得深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曲终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就盘突，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欲皆以诸因而说法，勤修清净般若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一众佛业即魔境，十尽道中的解脱，犹如莲花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悉出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罪生乐，如是经一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今亦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诸同机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恒愿同修学，所有与我善知识，为我现世普贤恨，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长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即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功，今未来见无疲厌，愿持诸佛为妙法，光现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今未来皆常修习，我愿一切诸有众所求福之恒无尽，定会方便即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叶刹有难思佛，一叶佛出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普见十方诸刹海，一叶茅端三十海，佛海即于国土海，我便修行境界海，一切如来欲清净，一言句中音声海，随诸众生一乐音，一意六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一笔无尽于眼海，横转离去妙法轮，我身之力不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今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世子，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离，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谨，所有未来照实等，成道转法无群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妄语而清净，速即周边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知性普修功德力，为身普覆大慈力，遍尽庄严胜福力，无著无依智慧力，定会方便为身力，普能寂寂菩提力，清净一切
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深深入智慧海，不能清净诸恒海，圆满一切诸缘海，清净供养诸佛海，究竟无倦境界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恒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一普贤行无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作之行即同彼，愿身口一恒清净，诸心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边境普贤行，闻受持力诸大愿，满彼时也尽无余，未来即皆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我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闻受持力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场，我今往生彼国已，渐渐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乐一切众生界，彼佛终会现清净，我是余生莲花生，勤度如来无量光，渐渐受我菩提戒，蒙蔽如来受记忆，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皆业烦恼尽，肉身一切无尽事，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常，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是天人，净业切刹为尘劫，若人于此生愿望，一境于而能生心，修生菩提心可养，我身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于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生寿命，此人善来人众生，此人不就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我无见，从此普贤
自普贤殊胜心，无边胜佛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场。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自普贤广大愿望，清净寂寂善财童子，永夜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
诵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结共成佛道。